即係我發覺咧，好多人都講跌啊，樓市跌啊，諸如此類啊。咁我都同人啦，我話而家C3個指數啊，即係中原指數啊，就180點。我話咁啦，我同你賭啊，唔限時間，去到160點我輸，去到200點我贏。你真係有同佢賭？唔係，我同幾個人問，即係講樓市唔好嗰啲，就啊啲樓市會冧啊，諸如此類啊。我話由180去到160，11%啫喎。咁啲人都唔敢賭。